Creation of the Gods, China's mythological epic trilogy, has become a smash hit in domestic cinemas this summer. Drawing inspiration from the Ming Dynasty classic, Investiture of the Gods, it blends ancient history with folklore, legends, and mythical creatures. It takes viewers to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over three millennia ago. Following its successful run in China for nearly 2 months, the cinematic masterpiece is slated for release overseas, including in Australia, New Zealand, Papua New Guinea, and North America. In 2017, you were choosing this kind of模式为了找寻演员，对吧？对，我觉得可能还是这个电影项目的特殊性。 就首先它是一个三部曲电影，我们的演员需要给剧组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不可以做其他的工作，专注在训练和拍摄上，因为这个电影的拍摄非常的特别，它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去接受专业的，比如妲己这个角色的舞蹈的训练，比如像 小林和小黄他们需要接受的码数和动作的训练，这种训练在短时间之内都很难完成，因为本身有一定的危险性。然后专业水平要求很高，才能达到我们拍摄的需求。好像早上7点半起床，然后跑步训练，然后排的课非常的满，然后晚上10点钟禁闭，然后包括你们的这个饮食的这个菜谱也流露出来，早上可能就吃一个玉米，喝一个牛奶，然后多少克的蛋白，然后多少克的碳水，非常的精准。我想问你们这么大的强度训练，然后吃这么少会饿吗？ 其实，当时饿还好了，因为我们是少吃多餐型的，就是早上6餐，对，早上从早锻炼之后，然后早餐，然后加餐，然后午餐，然后下午又是加餐，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科学又非常适合我们当时训练模式的一个饮食，所以其实当时我们的肌肉量都是往上涨，然后体脂都是往下降，就更像一个 那个战士的一个体魄吧，往那个方向去靠。对，我们有自己的营养师，其实我们食材那些都吃的挺好的，只是我们是少油少盐的去饮食。女生的饮食是一样的吗？我一样的，我反而胖了，我胖了2公斤，<笑>然后但还好拍摄之后就自然的瘦下来了。对，给他的菜谱是单独的，因为他当时刚进训练营的时候太瘦了。 嗯，他瘦了，因为他那个角色也需要一定的力量，所以其实针对不同的角色，我们给的餐谱是不同的。比如他要增肌，然后再丰满一些，他们是要减脂，然后增加肌肉的体积，然后像小哪吒是要增肥，他要胖一些，他要变成小圆脸，变成那个我们那个年画里面那种胖娃娃那个样子，所以还是针对不同角色会给他们不同的餐谱。